你猜妈妈得几分？零分。一分。你说一分。一百分。一百分。你说妈妈最棒。妈妈最棒。干什么东西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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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真的得一百分啊！入学考试哦。对呀。你到几岁才入学的？这这么简单？怎么那么简单？超简单的。我是里面妈妈们考到最高分的耶。哎，你真的全部都答对了。对呀、啊，那你要帮我签名，认证这一百分可以吗？可是可以干嘛？所以，妈妈是超人啊！我是一百分的超人妈妈。拜托，拜托什么？不是啊，你这至少也要有一些实际的作为。如果他考，例如说，哎，要来煮饭，然后知道小朋友爱吃什么。哎，没有考煮饭这一题。不不，妈妈今天煮饭给我们吃好吗？妈妈好累哦，妈刚工作完，妈妈没有体力，叫爸爸煮饭好不好？好。听说我也要盖章，对不对？你要签名啊？我要签名啊。对啊，那我要等你煮完饭才能签啊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我这要交回去的耶。你要等我煮完饭，我就会帮你签啊。好，我饭。你要吃妈妈做的饭吗？还是要吃爸爸做的饭？爸爸，爸爸。